对面瞎的是昨天那个老摊，这你都记得？哎呀，对哈，这不那把那瞎的吗？哎呀，来人了啊，挺好，挺好，给劲儿了，开始上人了。你这一天天的就跟这些人，就跟这些人玩游戏，你说啊？你说你头疼不疼？关键你还能碰着，一碰就碰两把，这怎么的？那韩服一个人没有了是吗？没人了，这韩服。只要别让炼金回家就行。哎呦，啥意思啊？啊，啥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呢？跟我画上圈了还。跟我过来杀他来。中单二级抓上，行。非常的有意思啊。去守一下塔吧。米的七，米的七是什么意思？米的七，我不怕他们照顾我，又不是一回两回了，你说是不是？这都习惯了，照不照顾的也没用，关键他们也带不起来呀，那炼金你自己中路亏。挖掘机给这边来他又得死，挡他，线控在这里挡他。我看他能上哪去。还好可以接受，没事。艾克又来了，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他咋的呀？他个中单艾克，他怎么还没完没了了还？你赶快一个我看看。一抠没抠出来，操！
给我踢死了。我看出来后边有人了，那直勾勾的往前冲还能没有人吗？肯定是有人，有人也不怕他。他是个屁孩呀，又来了，我就不信。我信了。哦，我的天哪，不行了，不能打了，这帮人开始不要脸了。上波拿个皮孩，这波死不了，关键他还交闪现，你说没事，你来吧。我看你最后能把这炼金养成什么样啊？希望你能养得住他。我希望这把你能够塞一把，养得住他。千万别让我失望了啊！千万别让我失望了。是反的，跑得太快了，追不上他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个心态呀，稍微发生了点变化，心态有点不对劲了，我调整一下。不推了，回家了。
快走，那瞎子上来了，退不了了，赶紧走。耶，没上来。对，你就支援。这一波可是血赚呢，终于这队友是像点人了。马上我们就出山了啊，他再走一波，我们把上路塔直接给他拔了。来，我们俩 farm。等他啊！干嘛？越塔呀？看看炼金还在不在啊？在的话我们走，不在的话就算了。你让他推了，不要了这塔。他就在我右边，我要是要这塔我就死了，不要了，给他了。反正他的塔也没有多少血了，也就一层塔皮的血。等我把上路塔推了，他们家传送有点多，先别去下路打，你等下条小龙，别着急，着急炼金一会儿 TP 下路不好办了。
我们先上路把线儿推了，然后呢再去支援队友啊。最好能把他塔给他拔了。那十二级打十级不敢打啊？来人了，你也就能来人了，还能有点用吧，兄弟？有人吗？这？哎，我操！真是把膈应。不能跟他玩，他人太多了，这人没意思。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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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打团啊！来。中推两块钱，先把虾子杀了啊！哇，这乌鸦好像有点厉害啊，这个老乌鸦 ，nice。没事，我有假猴，这就叫会玩的队友，你知道吧？在别人一直抓你上路的时候，他们能有所作为。哎，把这打了，我马上捡起来啊！下来呀，小龙，这小龙估计要不了了，费点劲呢。有惩戒下去抢一个试试呗，我把上路塔推了好了。就你要炼金呢，嗯？给我加血。我这把要超神，真的，我能超神。
因为他们家根本打不死我。我不操盘就不错了，还操神呢，操啥盘啊？你那点小破鱼丸轮得到我操盘吗？你配吗？嗯，你配吗？你那点小破鱼丸配得上我还劳烦我还给你操个盘吗？问问自己，天天操盘操盘的。我还不够累的呢，哎，哇，乌鸦无敌了，这大乌鸦。乌鸦并没有无敌，乌鸦死了。你们不打大龙追人呢？啊？过来呀！来，你又说我带节奏，真不是我带节奏，这跟我有啥关系？你说那乌鸦跟猫咪过来了，我还不追那炼金了？那人家家艾克从后边 TP 过来了，俺们家发条干啥呢？有这些事儿吗？又变成我带节奏了，你是？发条没 TP， 我让他没 TP 的呗。那艾克前期这么个破英雄，二级资源到上路，我还没放屁呢，还打的本来我就他妈气。炼金像个犊子似的，一天那队友三四个队友搁旁边，操了！我还带上节奏了还？你跑你跑你妈了个蛋，你跑！你往哪跑？中推。不中推呀，也行吧。我把下路拆了，
我把红拿了吧，挖掘机拿红也没用。其实可以避大龙，可以追，来吧，追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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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加速啊！钻洞，真能跑啊！其实可以打大龙了，我觉得我们打大龙嘛，他们家瞎子挂机了。人都看不见了，把大龙打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你们去打，你不用给我发信号，我这边就杀了个小黄毛。操，有盾，就非得要给我发信号，本来我都稳杀他，发个屁呀！你不菜，人能给你发。我希望他们的补刀能比我多一点，我也希望他们的等级能比我多一点。我要是菜的话，我希望现在能有个人在我面前跟我说，我16级了，你是个菜逼。但没有，太可惜了，真可惜，真可惜。下路推吧，你有大吗？啊，他有大，冰拳小黄毛吗？冰拳不好办的。哎呀，挺准呢。他给谁背回去了？我们不用管啊，我们就杀他炼金，别人我都不杀。死不了，我也没办法，我追不上了。赶紧拿下，不玩。
有人喷吗？没看见有人喷呢。哎呀，